是，祝你生日快乐。谢谢你们。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吗？有很多的这个口号啊，已经喊了七年八年了啊，然后一直还大家努力坚持的喊着，非常的幸运。我觉得我一直就是那个幸运的四叶草，非常的谢谢你们，真的，真的，希望以后我们会越来越壮大，我们会一直一直的在一起，每一年的生日都能够一起的过。希望明年我会有一个早一点的安排，希望能够在最有意义最特殊的那一天能够跟你们很多很多的人在一块儿去分享，我觉得这个是很好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谢谢。来许愿切蛋糕吧。我们今天没有蜡烛，我们这样，我们全场的朋友们把你们手中的手机的闪光灯打开好不好？来，哇哇，回头看一看，好壮观的样子啊！我觉得这一个蛋糕，你得几百岁了吧？
你们帮我过了很多的生日了。我没有帮你们过生日，我希望这一次这一个生日蛋糕我是送给你们每一个的，也祝你们生日快乐，谢谢。来，我们再来一次生日快乐，一二三。之前在这个活动之前呢，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也有很多，听我说，有很多愉快的事情。发生了一些事情过后呢，我那一天就找了矮大姐老师，我说不行，我的亲人，我的家人们有一些误会，有一些不开心，我说我们必须得做出一些好的事情出来，让大家心里可以接受，所以商量了一个非常好的事情，这就是我今天说的彩蛋之一。在阿里平台上购票的所有的人把钱返回去，所以他们同意了这个做法，我觉得非常好。